高雄燕巢枣农一早巡视果园，面对下周寒流侵袭，一脸忧心忡忡。那落雨来，会积伫这地头啊遮，啊这个水干伫遮的时阵，时到遮周围。蜜枣不怕低温，怕的是寒流伴随雨水，容易让枣子长相不好，裂果甚至落果。农历年前盛产蜜枣，眼前枣子眼看再不久就能采收，但这几天气温急冻还降雨，能做的防寒措施只有多施肥，做好土壤保湿，提高树体耐寒力。施肥啊，咧先甲伊准备饮水，饮无较淡的，啊，互伊造成伊较袂寒流来，较袂遐尼啊寒。燕巢枣农说，两年前霸王寒流，营业损失2到3成，今年难得产量不错，但若遇到寒害降雨，恐怕就有不少损失。今年产量袂，生了产量袂歹。啊，这头啊，寒流要过落来，大家嘛是烦恼。但除了蜜枣，种植莲雾、小番茄、草莓，还有凤梨的果农们，也都在擦泪弹，必须替果子们做好保暖措施。也有的果农提早采收，寒害损失少一点是一点。记者赖维佐高雄报道。